献的儿童礼物，那么有两个礼物了。第一个礼物就是呼吁家长或者是老师啊，或者是这个儿童在儿童节前一天啊，上课日啊是好话日啊，尽量说好话，对儿童的教育要循循善诱啊，不要指责，不要打骂，本来就不可以的哈、啊。所以好话日。第二个就是说啊，希望这个连续假期零作业。那么连续假期是难得的假期嘛哈，就让儿童能够做自己做规划或旅游啊，或者是阅读其他的这个有兴趣的参考书籍等等哈，那就零作业。所以今年是好画日还有零作业是给前线儿童的。